竹板相连环，我把农村探一探。竹板打响不停，听我另类说三农。农村的朋友看过来，听我节目来安排。土地农民的命根，千年流传到如今。自从建立新中国，广阔天地喜事多，农民分到了土地，有吃有喝很满意。分到土地好收成，国家义务要履行，国家义务放心上，要给国家交公粮。自从联产承包制，家家都过小日子，家庭承包制重量，要给国家交公粮，企业职工要交税，农民也不能掉队。企业职工能退休，旱涝都能保丰收，一心干活不操心，到老也有养老金，吃穿住用都发放，每月有工资入账，农民种地交公粮，养老有税放心上。城乡收入差别大，养老保障有变化，城镇收入普遍高，看病住院能报销，城乡差别的巨变，至今没有大改变，农村经济水平低，社会养老难普及。按照制度的设计，农民养老的体系，公社负责来养老，解决老年人温饱。因为公社收入少，很难去落实养老，农民养老的权益只能暂时靠自己。企业职工的养老都把用人单位招，用人单位有负担，经营局部和违建，改革养老金制度，养老保障大进步，建立养老的基金，也让企业能翻身。职工养老有保障，农民睡来放心上，国家政策在改变，惠民政策来实现，取消公粮农业税，减少农民的劳累，种粮还要有补贴，惠民政策上台阶，工业来反哺农业，促进社会的和谐，建立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落实好，国家发放补助金，农民养老记在心，农民养老的待遇政府从来没忘记，当年农民交公粮，国家建设放心上，如今养老金推广也算是一种补偿，交了公粮30年，如今老了能发钱，虽说发钱并不多，也算进步和改革，养老制度再改革，今后喜事会更多，养老真正能公平，是个长期的过程，中国无一多农民，保证养老是根本，希望国家快发展，农民退休也不远，那个也不远。白玉米去脱离，人工的成本没话题，这样算来又算去，一季的功夫背进去呀，种上四亩大玉米，卖不到一个苹果期，一亩玉米的收成不够感冒打针用，农民播种下希望，收获一地的凄凉。